他是养怪物小狗，这个 DS 拼出来。狗打 DS， 怪物小狗呀，相当舒服。是吧？是怪物小狗呀。看一下 DS 配，他们可能会拉火嘛？是什么呢？李逵可能会拉火嘛 ？DS 李逵这个套路也是可以打小狗的。鬼拉蓝猫吗 ？W 三三好像火猫。火猫不怕呀，他们有浪加人马的。老干爹能拿蓝猫最好，拿不到蓝猫，考虑一下小小火猫吧。五秒。李逵的中单先选，而且还可以看一下李逵中单选什么反针对的。轮到天选，我自己办了。T A。刺客。不当刺客，他要拿 T A 办了火猫。就蓝猫呗，嗯，绝活呗，蓝猫还行，好吧，就蓝猫还行。拉比克跟史温的控，他把拉比克一切，史温的锤都不一定好锤他，没啥问题啊，蓝猫没啥，就蓝猫了，讨论一下分路，十秒，再看，五秒。虽然说这个 FI 打过几把四号位双头龙，但是我还是觉得烂打四号，好吧。他们这个队查诺瓦烂打过五的，以前。对，之前都是 FI 打四号位双头龙嘛。阿斯卡暴打 TA 的选出来，但是就纯管一手对线啊，他是分对线针对，但是往后面打哈斯卡，只考虑了一手，有点怕对面啊。哈斯卡往后打哈斯卡有点怕对面、啊，好吧 ，BKB 石文哈斯卡有点怕的，都是物理，而且是加速的啊。也好像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，就是哈斯卡，你如果把 TA 打的站不了线了 ，TA 直接去打野，他给你护肥。对，他会给你护肥，他经济可能会比你还高啊，打到后面。专业的话 ，TA 是比哈斯卡还要肥的。四级专业呀 ，TA 如果没必要纯为了对线选个哈斯卡，选个蓝猫不挺稳的吗？往后打也好打呀，后期也稳，对线蓝猫打 TA 嘛也不会太累，然后对面没控制控蓝猫的。而且 maybe 哈斯卡见的不算太多、哦、应该都是绝的。老干爹加油啊、哦！加油加油！整体来说还是可以打的，看一下打的怎么样。毕竟这个狗肯定是无减肥嘛。对啊，狗很好发挥这一把。然后死问的线上还要被骚扰。哎 ，FI 烂呀，四号位烂。FI 烂胜率很高的。门了，看看啊，看看是不是又是路线三个人待着，别让兔子玩。这个全方战猫说，雕哥 ，maybe 的哈斯卡绝活，绝中绝。但是我看他没哈斯卡等级也就九级啊，不能说是绝中绝吧。九级哈斯卡玩，但是他哈斯卡是速出 A 的，确实这个版本哈斯卡好像都是速出 A 的。玩就好，好吧。A 仗哈斯卡很屌。我上次看又来了又来了，都会哈斯卡呀。卡里斯又来吗？头这么铁吗？我操，这把好像没什么能击杀他的人。上把是有关键，这把很嚣张啊，这把打也太嚣了。跟上把一样，上把就一定要三下，上把又回了这个头，然后人没了。这把是杀不了他，这边有点弱。A 张哈斯卡你们见过吗？好猛，见过呀，无限骑啊，骑呗。我那次看巨蛇打过一次，无限骑一下好疼，就是打起来无限秀无限骑 ，B 张 A 张直接 B 张 A 张，他那个骑无限解 buff 你知道吧？我操，无限解带驱散的嘛，主要是黑牛了。
但这把对面也没什么特别需要驱散的 buff。 FY 这边抢胡的，现在大战开始了，我要强行抢，哎，强行抢胡吗？胡拿到了，但人可能会死了。有血，有血，有血！胡拿了，哎，又死了。胡还没拿到，亏了，亏了，血亏了呀！第一滴血。其实本来自己的胡也能抢到，对吧？感觉没，感觉没必要。对对对，中一血肯定亏了呀。那蜡笔可以来捡个弓啥的，就没必要了呀。他不来抢自己的胡也可以走，看到蜡笔克其实可以走。下路拿了双胡。这个刺对面被双躲了，我操，好伤！这个大牛加五十二连攻，哎，双头龙，不敲死了吗？敲不死了应该。蓄了一下，哎，大药被打断了，卡位，哎，我秀，人马 A 还在秀，我想死了，他想差点先死，先杀了大牛。他这么换命其实就没那么亏了，不换命就挺亏的。他不亏啊，他回去买药了呀。哎，这一波双头龙杀了大牛有200块，但是奇迹哥单杀双头龙才196，很奇怪啊，两个人分经验都有200。啊，中路对线，中路对线 ，TA 已经开始打野了。TA 有五，已经开始打野了吗？两级，已经开始打野了，线不好，玩不了了。到时候可以看看经济谁高，好吧？哈斯卡已经开始出现了，好吧？而且他人品，他人品有点差，我说实话。中野这要是个什么狼怪42就他就舒服了，好吧？这中间杀的是人嘛？这他人品挺差的。这边也是人嘛？看一眼，狼还可以，还好有两个。哎，下路 A 死了。哎 ，Kofi 是 TP 死啊，那这样下路算是。人马无解肥了，他只能走出来了呗。29秒 TP 时间。这下路人马已经无解肥了。哎，那也没拉到，出超啊，这兄弟，恢复也没吃到。不能吃啊！啊，很不顺，很不顺，懵了，懵了。这个兄弟很迷茫啊，很迷茫。TA 如果说四级打野专野区，他发育是要比汉斯卡好，但他钻的太早了，他两级钻的。钻太早了，他放弃线上放弃太早了。他没办法呀，打不了呀，之前那个线。现在哈斯卡高地，我这一波刷的好，这波刷40啊，开始飞了，也挺开的呀，好开心啊，这个打的轻松多了呀，经验也高，等级一下就起来了，对啊，这个现在不去玩一下吗？塔下线，他拉野没拉到，他拉到野的话，现在也四级了差不多，对，拉比克去中路了，拉比克去中路补一下，还要帮他拉波远古，单击拉比克。他说我不要远古兄弟，打不了。拉波中野，我操，这个中野还挺舒服的啊。又拉了一波。也都不对线了。运了一个剪甲石。这样的 TA 打哈斯卡就是不对线。对他不对线了，打野打得很快的。骚扰他一下比较好呀，他这样也挺舒服。没办法，太早了。奇迹哥啊，你奇迹哥。奇迹哥挂机了，他妈拉比克去中顶线，把奇迹哥打挂机啊，可以的。奇迹哥一挂机还不减肥了，然后人马无解肥，对吧？小狗无解肥，哈斯卡无解肥，这不是三路肥吗？这个小狗的经济怎么还没兔子高呀？兔子三级，他们只要三路肥就对抗了一下吗？这是。他这个兔子不断兵的，就打线的，不让你不减肥。哎，一脚踩奇迹哥，奇迹哥又被打了一套，他好难受，又喷一口。奇迹哥没药了，但是这边大牛身上有个大药。他把大牛叫过来了，大牛药好多，兄弟。兄弟，都是你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三这大爷打得好开心啊！开心啊，拉比克也开心啊，中路补。拉比克四级了。他们应该压兔子。双头龙来了，双头龙来了，头上来骚扰了，来骚扰了。讲道理要管一下的呀，这太顺了呀，这样的话。哎，没抢到这个大爷。哎，来包了。哎，没鞋的。TP。走呗，走走走，好死。送塔吧。那肯定死了呀，他没鞋。送塔好像也算人头，好像。但直接 TP 就好了。
哎呦，这就血亏了，五级了。273，这个铁好舒服呀，打也打不打的，来个点击头。这边传进奇迹哥，奇迹哥有。有机会吗？因为上路应该没有机会杀兔子了。哎，上路要杀吗？还有一个羊，加速杀不了，杀不了，羊就加速，杀不了。其实我感觉这把就是兔子混得太好了，真的。他压不了呀，烂烂小狗是压不了兔子呀，他没输出的。但狗跟兔子弹也可以，哈斯卡找不到人挺难说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要陪，会中塔正受到攻击，不是一开始陪，后面陪就陪不了了。下路大牛一下，没鞋子大牛，下位鞋子减速到了，给伤害也碰到了，长头龙拿个人头呗，可以出了个鞋很舒服，还是做眼了，长头龙这边还好，这边死问是经济是不怎么样啊。这把口 TA 这样已经可以接受了 TA 是经济可以的呀， TA 很肥，差不多斯温的经济跟人马是一样的，而且兔子也很肥啊，兔子经济跟人马也是一样的，猎单反正这把线上没什么优势，好吧，老哥你没什么优势，就是选哈斯卡要打超级大的线优，但是没有打出来，打不到人，对吧，哎，下路一个锤，这边是三个人。上路要杀兔子吗？要杀，杀不了吧？不了，羊他妈把他树给剪了。我觉得量别管，感觉 FI 在上路没用，好吧？在上路没用，管不住他去下会好。是没用，杀不了，那小狗无解肥就行了。兔子没有任何压力，清草无限备位大药啊！这个大牛他妈的无限位。无限买，像以前老干爹的马哥呀，就给马甲无限买，一直买大腰，一直爽，我操！马哈哥，老马过河，又打一套厅长，厅长，厅长说还有没有大腰？还有吧，还要大腰，超出了自己蓄存已久的吃素，消耗也忒厉害了，消耗。中路只要哈斯卡想逼塔，这个拉比克就站在塔下放 X 定一下呀，就把狗兵勾过来，拉比克也舒服呀，感觉 FI 就是找一波机会去中路杀一次这个拉比克呀，他喜欢在后面定一下，好吧，他中下来了，但是被发现了，站在陷阱上了，站在陷阱上面，他可能要死啊，想杀了，炸了，炸了，要死了，死应该死不掉，他一个戳一个羊，没举到，没举到，举到也不一定好死，八分钟符双倍，让哈斯卡拿了推塔。狗的上路单 DS 挺舒服的。双倍伤害。哎，下路 KK1 没鞋的。踩住。嗯，是个老魔宝。哎，他这个踩踩早了，这个不踩的。等他踩到魔宝，大牛踩再踩。哎，哈斯卡。哎，这波没避赶了过来。哎，骑一下，骑一下，骑牛，闯两下就 S。子文呢？子文你不走？子文厅长，你不走？出了大刀，出脸了。哎，厅长不走？哎，踢走了。哎，踢走了，我操！厅长，锤到哈斯卡了。没兵啊，闯了我。如果要找天辉下塔，那要抓紧吧。天辉军团全面加固。节奏不是很快，哈斯卡的节奏不是很好。这把其实双头龙可以主液态火，好吧？一个骑，偷个骑，偷骑，哎呀，不亮不亮血，反骑。双头龙主液态火，然后跟着哈斯卡推塔。别大牛想守，哎，猪，猪还敢往下打吗？他继续在这样敲呀，他就那斯文不打钱了呗，出了一个护腕，护腕斯文啊，比较少见，他想在线，他还是先出的护腕，好吧，出护腕就得想在线，他是圆盾补刀补护腕，他是他很想在线，他学了两级锤，
这个时候好吧，这个 TA 有点肥了，经济快逼近的哈斯卡了。80伤害 ,1.25 秒的眩晕。然后 CD 19秒。来抢福 ,AME,AME。哎不是。老干爹这两把比赛打得好多 F4。F4。细节好好。小哥点金手了吗？天辉中塔正受到攻击。那这样对线打完的话，老干爹三盒又是经济 排靠前了。对，刚刚那一波杀人破塔把经济打回来了。耶！哎，奇迹哥他为什么敢走的？哇！这个线他也敢收。奇迹哥，我说了呀，他想占线呀、啊，这个兵不想打野。他好想占线啊！他想占线呀、啊。其实这种情况下，不过这把有 TA， 可能说奇迹哥也没办法呀，想。他应该不会再去下路了，好吧？他现在活了，应该去上路了。奇迹哥说他妈我心里苦呀，妈野区有个吸血鬼，你让我他应该活了会踢上，应该不会踢下了。奇迹哥还真是没地方去，没办法。天会下塔，踢上了，踢上了。他下路这个线他都不要了，看见没？塔下线他都不要了。这个线 DS 去、啊、开悟了，只能 DS 去。踢上开悟了。W33 打的虽然好，但是我觉得奇迹哥应该还是想念马桶哥的。也不能说他错了。资源呀，资源就这么一点。没资源呀。资源都被 W33 吃了，马桶哥在那吃资源的可是他骑行长呀。哎，上路狗哥、哎、完了、哎、一手，哎，狗被抓了。我感觉啊，厅长，哎，上路人马 T 了，要守这个塔。我感觉厅长打 TI 他应该是想要 W33， 打什么 Major 啊这种 比赛应该是想要马桶哥回来，所以这样的话可以秀。上塔快要塌了，那也不一定啊，讲道理，马桶哥走之前拿了个第二名，现在还没第二呢。啊，讲道理好吧，我感觉这次 W33 这次发挥比马桶哥还是要厉害。这边人马，这人马你要打吗？有大招的呀！直接反打，开大，啊，那个逼，再不开个大留了。但是他开大会被偷大。他会被马桶，哎，查理好快啊！放了一个双刃剑，查理斯啊！查理斯，彪哥，这就是细节。他开大肯定会被偷，他就是等一波兵过来。他在等兵，打双刃剑的好冷静啊！我操，这就是细节呀！他开大肯定要被偷的。细，之前没有兵，他看到小兵来了，一个大一个双刃剑打小兵，细如茶。夜眼中，查理斯这个状态。可以啊，天辉上塔快要塌了，昨天吃饱了吧？应该吃饱了。TA 这边马上暗灭了，十三分钟好吧，差不多十三分钟暗灭。等级也是非常高啊。哎，中了这个塔，这边查理斯踢了，守塔有我啊。哎，来也在，冰珠 W 三三，他差100块暗灭好吧？这一波死了，他血炸，妈呀，他血炸。他本来现在已经暗灭了，哎呀，拖一分钟要14分钟才能暗灭了。这个人马他杀不了的呀，这个人马他咋杀呀？查理斯，这里天辉的防御来了。查理斯又顶起来了，是吧？卡住了。了一个冰两级的冰封，存在感十足，我操！兵长这一把有点穷啊，直接出冲甲了，查理斯是吧？这边 ME 的话，他是选择先点金之后补一个臂章打架，先臂章再回药吧，估计他。史温还在出点金手。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。史温快了，好吧。我这把李逵有一个团战的配合，好吧。拉锤踩。夜眼中塔已被摧毁。这波下波是暗灭带双倍啊，这个 TA 有点猛啊，他们是想偷盾吗？有点这个意思啊，有可能身上没卧，有可能这个双倍身上有卧，这个大牛身上有卧的，大牛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偷了，有没有感觉？有没有感觉？双倍人马查理斯，哎，看了，哎，哎，哎，看见了，你还要进去吗？三三啥情况啊？不是，他本来他可以等查理斯走了之后再进去打盾啊，他为什么强行破了雾啊？对，他
是呀，啥意思呀？头晕了，兄弟。对面看到插珠，头有点晕，很烦。我怎么感觉这把双瞳的冰封路径不能学太高等级啊？到时候贝拉比克偷一个好伤啊！感觉好吧你，他需要手速快，好吧？冰完之后马上喷火。拉比克要是偷个四级冰封就不讲道理了。我接受你的陷阱。丹三晕了。maybe 臂章再出 BKB 强系，感觉好吧，天堂也需要，这把哈斯卡也需要一个天堂。哦，改了，改天堂了。好，人马开始大招，但是贝拉比克反狙，双头龙冰一下，双头龙的冰，拉比克的冰，啊，拉比克有以太了，拉比克还行，经济。他这个死问没有那种狂暴刷的感觉啊！哎，存活才秒了，漂亮！厅长秒融化了，厅长。厅长不仅不狂暴刷，甚至还有一点享受。哎，查理斯又出脸了，一个兵兵中了 MC。这边拉比克反兵一下。但是查理斯又很强势，好吧？查理斯很强势。哎。反补了他们的中，反补了，哥哥就这个时候老干爹，老干爹一直在四打五呀，小狗疯狂发育，但是厅长可是没有在发育的，厅长送呀，送了一波呀，厅长感觉已经迷失了，他已经迷失了，他已经不知道咋玩了，他迷失了自己的定位，他有点不太会玩了，节奏好像不是自己的节奏，的他说他是不肥的英雄，我不会啊兄弟，他现在已经不知道他到底是该刷还是该打。他说：“这不是从前的我了，没有装备我不会玩了呀！从前的我现在十五级啊 ，BKB 连击刀带队打架，而且感觉他这个十问不配出连击刀了吧？没有 BKB 啊！我感觉他这个境界不配出了呀！现在的我十七分钟十级带队送，他这个连击刀再出 BKB 得多少分钟呀？就在二十五分钟以后了吧？差不多。”要刷的话还是刷得很快的呀，他他妈一直在死。讲道理好吧，十问这个英雄。我 TA 的经济还是有点好，这 TA 还是很肥的。十问没远古他还是刷得不快的呀。他的经济现在放到全场第一的。跟狗不相上下。狗这把老干爹这边也是特别看重这个肉身啊，时不时过来瞄一眼 房子里偷盾。是吧，只要不看到 TA。他们就会过去瞄一眼，反正绝对不给啊！回头他就是，这把艾米是一个战斗狗，没有出灰啊。对啊，暗面强袭，然后开车，暗面强袭狗，恢复。哎，这个 W 三三 ，FI 偷偷的，FI 杨柱到了那里就没了呀，搓一下 ，W 三三 ，W 三三，哎，他转头了 ，FI 这一波偷偷的绕后，三三，这 W 三三是他们最肥的。其他七兄弟都穷懵了，你看这个。这个肉山老干爹想打，有大牛呀，别吧。他活得很快。肉山。最好别打，好吧？感觉，看一下。有可能会出问。别打吧。好打，杀人呀！杨柱。搓。直接秒掉。这样就可以打了，好吧？点圆了，买活了，买活，买活就不好打，买活最好别打。感觉这个盾有可能是给机会啊，没打好就是给机会啊。打掉吗？不好打，敢打了。但是这个肉山的血量已经很低了，老半天你活活不掉，秒了。算了，买活，这边强打肉山。哎，弗莱，你们搓一下肉山啊。哎呦 ，AB 这个盾不好打的呀 ，AB 不能死，搓了一下，
B 站能不能再切一下？能不能刚做没 B？ 能不能刚做？没 B 死了，还是蛮活的。我们厅长，厅长。哎，这个 B， 小狗来了，小狗来了。哎，把厅长拿下。啊，这么亏了。哎，这一波看了一下经济，死了几个？亏了2000，亏了3000，这一波亏了3000嘛？这不换经济吗？啊，亏了2000，这么大优势，这个盾是稳是他们的，只要等一波。对，这个盾是老干爹，这个盾只要补齐这打是稳的老干爹的。这一波弹了一首奇迹歌，好吧，弹了一首奇迹歌。那大牛的肉山团，他那一直放技能是这样的。有大牛，好吧，尽量别直接打盾，要先杀人。优不盾呀、啊，经济被稍微打回来。哎，又是一个羊 F 二。再次打了一个新手，没大，没大输出不一定够，好吧？啊，有危险吗？好像有危险。F I， 救一下，救一下，有大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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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砖吗？有砖。切 B 张，切一下，一下两下，切哥，我操！赶紧跑，赶紧。这是 F I 应该是没了，好吧？还在追，还在追，再追你就要死了。切 B 张 ，F I 是没了。太别死！怎么感觉老干爹优势没那么大了呀？就这个肉山一打完，优势。但是又6000了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又6000了。6000了也没那么大，刚刚7000了，缓了口气。刚刚7000了，没刚才的优势大了，没有刚才优势大了。嗯，而且让对面等级起来了呀。主要李逵的下一波可能是两个 BKB， 好吧？李逵起了等级，起了装备，因为斯温这种英雄他是成型了厉害的。之前还有一个点就是老干爹的阵容，他哈斯卡往后拖是战斗力要削弱的，斯温是战斗力要加强的。而且刚刚那一波一打，让老干爹把节奏放慢了。本来这斯文，我感觉刷不出 BKB 的呀，他最多就一个连击刀呀。刷不出。他刚刚那一波一老干爹一灭，可能就有点怂了，就开始节奏放慢了。不太理智。小狗在做 BKB 吗？不做强袭这一把。这把肯定要强袭啊。感觉要做 BKB 也是强袭再 BKB 啊。先搞个板甲再说啊。哎 ，MC 戳到了。大招羊，喜欢加速赶路，好吧？加一波换一波节奏。感觉这个狗线 BKB 不行啊，真的。BKB 也没什么特别。他开 BKB 会被斯文跟 TA 打死。对，会被搂死，会被搂死。先买个板甲再说吧，感觉。说强袭啊，强袭再做 BKB 啊，要做 BKB 的。出天堂都不过分，小狗。可能他先拖下来玩一下，应该是不会。想一想嘛，是天堂都可以好吧？他就是。第三上路这波要留人，厅长。哎。633。他们留人只能 F R 留好吧？天辉正在扫描敌人。杰克斯觉得天辉。哎 ，F R 啊！不可能要出事，不敢是。查理斯，查理斯，排。跳走了。出来！哎，厅长，他凭什么跟？我操！怎么出事了？好像出问题了。出事了，出事了。哎，应该。哎 ，DS 拉了一下，这边小狗。都跑了，没人敢打。啊，死了还是死了？小狗，狗也很危险。哎，拉扯了一波，小狗。这边刚这边有天堂，这个天堂很关键。漂亮，吸起来了。Maybe 很高。这波等于是斯文收割了，差一点小狗被铁打死了。每波都小亏，感觉这波又小亏了。这波差一点没踩是吧？只要是换命就是亏。关键这换着换着，这个斯文马上就 BKB 了。厅长等一下就有声音了。斯文他是跳踩，斯文就死了。他是跳打双剑的。斯文直接被秒跳踩了哈。好吧，下一波是斯文跟 TA 的10秒 BKB， 好吧，最强一波李逵。老干爹也很难打下一波。让李逵的气缓过来了，恢复，确实是气缓过来了。而且这一把厅长的斯文有一个那个 DS 给他加速，他很厉害，这个斯文。带 DS 加速的。对面又不是说能打到他开不出魔免，对面他要开魔免是开得出的，除非说有什么紫渊啊，或者说墨之渊的技能，对吧？根本没有。真的出 BKB 了，
真的出了，真的出了，锤子已经买了。感觉今天的出装有点太保守了。想赢啊，太想赢了。想赢。太想赢了，想赢也应该出强袭啊！这应该有用。合理出装。对面其实控制不多呀，就拉比克，控制就拉比克。哇，十万 B 克币了！妈给他上大金刚是吧 ？TA 也 B 克币了，双 B 克币了。打这两个盒好吧，很需要天堂，那感觉都可以再搞个天堂，双天堂，锤他们。一配币小狗，哈斯卡再出强袭 ，FI 这边马上推推。啊、出强袭啊！不管哈斯卡出不出强袭，小狗要出强袭的呀。难道说这两个有兄弟里有一个出他妈西瓦的？老干爹，这两个双推推好吧，双推推很关键，因为对面没空。我觉得要出西瓦也是哈斯卡出。感觉哈斯卡出西瓦，小狗出强袭还可以，哈斯卡出个西瓦，这天没攻速。对。这十万攻速也不是很快的。这一波还想打，先手。哎，这波。没币有 BKB。这边旗下听到。先手了，但是推开 BKB。没事，放一下，先别急。双头龙。双头龙是没了。先死。怎么人马上留人？但是这波兔子还有拉墙，哎，才两个查理斯，后续一个冲，再一个羊，查理斯还是站出来了，在关键的时候，查理斯，老兵上车 ，A 死了，闲死，这一波查理斯跟 FI 的配合好吧，直接先手晕两个接戳秒了 ，FI 尬的。这一波 TA 什么都没干呀，他最后顶了个十秒 BKB 被普攻给打死了，他 BKB 第一时间没有开，后面空血了开的。对，天辉正在扫描敌人，这两把是不是跟查理斯走一路的都是查诺瓦，都不是 FY 啊，查诺瓦呀，对啊，他等我把查理斯保得肥肥的，他就上把是查诺瓦吗？上把是人马拉比克呀，上把是人马拉比克，上把也是，上把也是吗？上把也是，拉比克跟那个谁跟幽鬼走一路的，没人吸他了啊。天辉上塔正受到攻击。老人马，呵呵，查理斯这边开车了，马还可以。小狗是十秒 BKB， 而这边十秒 BKB， 天辉上塔快要塌了，没必再出强袭，再做强袭，两把推推，是吧？双酱油各一把推推。天辉上塔，龙心，天辉上塔，你现在好喜欢龙心这个道具啊！他现在出装都很保守，对我的感觉是这样，就是怎么肉怎么来吧，你觉得？什么肉装 C， 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，一股神秘。贴的话又控到了一个双倍啊，下一件再出金箍棒。我跟你说啊，他以前小娜家都是三四分身。哎，开悟了，开悟了，这边李逵五人双倍 TA， 好吧，这一波要注意了。三四分身双蝴蝶。哎，鸟死了，但是同样好吧，他们的物也暴露了。这边老干爹站了个高台啊，他们应该知道老干爹在他们家、啊。他们这边真假眼看到了。哦，老干爹开悟了。老干爹杀回去。打 W33， 能有没有先手？哎，破雾了。哎呦，好惨，没踩到，先撤一下呀。没冰到。在视野下打，不想杀这个哎。起。哎，这边双推，哎，但是 FR 很危险。哎，人马开大，太晚了呀，早点开就好了。买吗 ？FR 买活。买活，这边双头龙。哎，看到我这个位置。哎，又是一个双人，戳大，直接秒掉孙。戳大，直接秒掉厅长。小狗减速补免。小狗补免。还可以。
还有吗？没有了，二换二，又赚了。赚了啊，小赚，肯定赚了。这两波李逵最强一波，十秒 BKB、哦、两个大哥。他这个 BKB 就加了一堆属性，他是没接受你的，需要开这个 BKB 去打的，就加了一波属性。这边 FI 还想留人、啊，又上车了，看一下查理斯在疯狂的追。好，这波是 FI 买活打了个暗花，杀了厅长，还行。小赚，金钱一。这边是拖出了绿杖，好吧，这一把绿杖等于无敌。不用花呀，他那个在对面没有。李逵这边的核心是一波一波打，越来越弱的呀，不用慌。李逵这边的盒子 BKB 越来越短，老干爹越来越好打。老干爹的三酱油控制太足了，只要等 BKB 没，老干爹的秀好吧。下一波是弱三团，好吧。而且哈斯卡打到25阶厉害啊！我操，纯粹伤害那个毛变成。先把陷阱反了。哎，他不是吹上的呀，这个没逼。没吹。强袭这一把不是、啊、这一把不一样，这一把对面是纯物理，你吹骑上去很有可能别人反手两刀。不需要特别解的 buff， 所以是解 buff 用的。这把小狗是他的出装路线是龙心加大紫苑吗？难道？说不定跟之前一样，龙心否决好吧？跟上把幽鬼可以啊，否决是秒人的。上把幽鬼就是龙心否决啊。否决其实还行。否决是秒大哥的呀，秒大哥的而且。强袭大运好。但是他已经。大运劈一下人就懵了。但是他已经不出强袭了，或者他是龙心大晕，那少攻速了呀。我感觉龙心大晕一般只出一个吧。龙心人马给他加一个那个，人马给他加一个那个大冲甲加八十点攻速，加个那个大晕伤。大晕打那种 BKB 十万，我他五秒 BKB 定一下人就懵了，我操！而且还能拍晕，到时候。这边 TA 有金箍棒了。十问再出强袭，来查理斯准备先手，但是你们敢动吗？敢动这匹马吗？的啦，就这样用了。他们不敢动呀，这匹马怎么打呀？匹马现在的甲还不够高，好吧，他还需要撑一个板甲，搞个看冰甲还是莲花了，拖的是冰甲。甲呀，金甲好呀，那个 TA 一线攻速装的没？龙心了，小狗。哎，这边先手小狗，但是有推推，问题不大。直接就开了 ，BKB 开了，八秒的 BKB。那这一波老干爹想用盾逼团吗？老干爹这一把这是双酱油的双推推是很关键的。他不能买活，他如果来抢盾，他死了，他们可能就记了。逼团这一波可以，这波打盾呀，没问题好吧？可以打盾。别被踩，躲一下踩，躲一下大牛的踩。哎，查理斯被拿了上去了。查理斯可以买活，有点屌啊！查理斯买活打，一张被羊，哎，羊住了，一个叉，哎，爬上。这边阵型有点，还是可以打盾，还是可以打盾，似乎没大了。兵长马上没大，忍一手，忍一手，忍一手。拖一下，拖到他没大，不急。直接打呀！哇，三天命双倍，这个双倍加了200攻。哎，这个墙有问题，这个墙有点烦。墙有点屌呀！要等对面在拖啊，对面一直在拖。这个墙要多久啊？贴的 BKB， 贴的 BKB 快拖好了。有雾吗？有雾，插刀啊！推塔吧，要不然就开雾打可以，好吧？杀人可以，开雾。开个雾，开个雾。上个开个车。他转人双倍就没了。他转人双倍就没了。哦、他不能转，不过他双倍马上没了。转了。我们直接冲这个高坡，好吧？盲踩有没有盲踩？哎，要盲踩了。哎，被举了，贝拉比克先举了，
才出来。继续打盾呗。感觉这个盾得墙没了，继续打呗。符文没大，没电是没墙。只要不被这个人马踩太多人，好吧，这个的，这个大牛。符文没大，那盾应该，盾应该是能拿下了，好吧。但是李逵应该是要打的。查理斯，哎，练出去了，拉比克，抢抢断了，这拉比克被弹出去了。讲道理，这个盾是老干爹的，好吧？小狗，这是虎蝶，这天已经有金箍棒了呀。必有，有点摇，这个出装。没有晕锤吗？这个小狗？讲道理，小狗打死我有个晕锤，随便打好吧 ，easy。他有点打不动这个小狗，上个大勋的，他可能出龙星是为了上高，好吧？出龙星可能是为了上高。他攻速其实也还挺快的，有个小狗。哎，有墙，给个面子呀！这个墙给个面子呀，走了呀。去上菜吧，要不然。去上菜呗。上菜吧。Maybe 直接去上了。反正是烂屁狗，肯定是。当了墙。PKP， 推推没事，再推一下，有两个推推，再推一下。哎，厅长被阳了。但是。没必啊，推一下。哎，厅长，我发现厅长有意思啊，他开大不是配 BKB 一起开的，他每次开大都被控了。那这样，他下一次有 BKB 没大了呀？对啊，对呀，没大了，马上没大了。他两波都是开个大，然后被控了。厅长没大，没大了。厅长没大，慢慢磨啊，高级慢慢磨。天没 BKB， 磨呀，慢慢磨呀。但是兵线定兵线没了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把中路线推过去再磨嘛。不急不急，再个李逵，十分钟，好吧，慢慢磨死。M 那个 BKB 还没开过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。BKB 是换个强袭躲，有点强袭。他可能就是为了最后一波啊。让你打的，没必就是让你打的。哇，你把我血打下去，我反而输出高一点。我连魔免都不需要用。只拆塔，啥都不管。就拆你塔，厅长没大。哎，拉一下推推，两个推推，哎，这边反打，他两个，这边厅长直接被秒，大牛买活，没必很高，老干爹冷静一下，冷静一下，没事没事，推一下再推一下，他们要乱追，乱追还能打，别急，钻头龙一个兵，我，大理石又是一脚，截取直接被秒。大牛传来一个大招，这个大，没事，开魔面还能打打。经常开出大招，哎，挡不住，狗小心，我弹死了，没必一个炸板，没必，老干爹冷静一下，走了，别葫芦娃了，不然都要死，别葫芦娃了，先逃，哦，这个狗还是不刚呀，他没甲，还是没甲，没用，他人马一死。人马一死他就不刚了，好吧，人马的大勋章只要一没他就不厉害了。他假太绝壁是真的没了。而这边强行还有一个呀，他刚刚好像被大牛贴脸了吧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波要买啊，不买中路没了。对啊，这边还有大牛，他不是假的吗？他也得出强行啊，双强行没毛病的呀，没有说我也觉得双强行没毛病，可以双强袭，好吧，没啥问题。不影响呀，该加甲加攻速的装备要出呀，这不要考虑那光环。这一波是 TA 跟斯文都买活了，然后大牛买活了，对面买了四个，拉比克也买了，就 DS 没买。其实最好的就是小狗出个强袭，这哈斯卡出西瓦，减点攻速就行了。这可以的，哈斯卡可以出西瓦的，其实。减 TA 的攻速嘛，那 TA 一件攻速装都没，他等于说小狗放了对面3900的经济啊，说他这个 BKB 好像是20几分钟就出了吧，等于说一直浪费了4000块钱，等于说浪费了4000块钱，没开过呀，还是10秒。他这个 BKB 如果是个小晕锤，好吧，然后再出一个啥装备都感觉还行，蝴蝶也没必要的。
已经有进攻棒了，现在已经有进攻棒了。而且蝴蝶加甲加的是绿白字护甲，白字护甲会被大牛吃掉。正在扫描，夜眼正在扫描敌人。怎么不打我？下路防他红梅隐身。主人的黄金。对，补金机会被打回来不少。幻象。工具人查理斯。好吧，老干爹现在需要在对面买活 CD 之前啊，锤一波，有机会把对面一波打死。现在十问跟 TA 都买不了，我应该说对面只有 DS 可以买。小狗更新了蝴蝶。天辉下方圣坛。哇，十问和 TA 都有金箍棒，那蝴蝶也没啥用，说句心里话，他就是不想出强袭，说白了。对，肯定金箍棒的。你小狗有天赋，他就是不想出这个强袭。紫薇有金箍棒吗？紫薇也有了，那这蝴蝶白出了呀。他要降攻速，但是他不想出，他是不想出强袭。带比个魔钢，带比个魔钢，攻速还是可以的，好吗？好了，直接不掉车。再下波再带比个魔。强持续多久啊？45秒，有点长啊。要不要等这个强了？又带比个魔钢了。别说都加上甲，什么祭品强袭、赤红甲加大勋章，他的甲还挺高的。那给他配上啊！拉满，他就是人马，就是给他出的呀，这个东西。拉满，全套呀！魔免上去拆好吧，这一波可以套个大勋章拆魔，看魔免上去拍两下呀。各种加甲，他想等强消。没有那个队友的光环，那甲也少了好多。TA 也出了一个蝴蝶，现在没墙了，不上吗？ FY 在家里， FY 来不了， FY 在处理线， A 障碍。 FY 21级了，这把后打老跟你的酱油比对面的酱油要狠，好吧，控制足一点，他肥25级的肥半位羊，他群羊吗？主要有一个很关键的，就是老干爹的酱油都是有保命装的，哎，这边李逵的酱油就是碰到就死。大牛好碰到就死，绿装等于无敌啊！李逵也是没有绿装，哇，碰到就没了。奥数服的魔免，这他妈超级赖皮狗！他无限赖吗，屌哥？12秒，12.6秒，持续8秒，4秒的间隔。来了啊！这波来赖了啊！这不李逵是不是想开悟打起来啊？我感觉他们。李逵肯定想打，我感觉他们想秒狗，但是贴有引力，哎，这个贴这个引力引多久了？想举，我给了，要不秒了，哎，推了一下，哎呦，秒了，我知道要被秒了，他们想秒狗，但是这波买活过来，好像还可以，失误没大，过来清扫没大 ，DS 没抢，都没 BKB， TA 没 BKB， 就这一波，忍一下，忍到失误没大，直接上招，这一波最好是能够打出超级兵，好吧？这波感觉哈斯卡先上去给个视野吧，狗不能买，哈斯卡还能买，人马给上视野也行啊。来一个兄弟去给上视野，别让狗自己去赖皮了。我觉得这波可以开个团，我觉得这波可以开个团，打个先手嘛。也行啊，直接开魔免赖皮狗。这一波我估计 AME 的 BKB 要开了啊，我要看到他的10秒 BKB。这波要开团，我觉得。啊，这一波十秒 BKB 肯定会用。这样没必拆。踩住，他继续赖皮狗，这一波可以开。哎，踩住！别去杀人，就踩塔，不杀人。赖皮狗，别杀别杀，来，推，别推，推两下。哎，骂死！哎，这波有问题啊！没事没事，他满活了。先往后撤。哎，推一下。没币，推呢？哎，没币也没秒了。小狗不能死，小狗先走。感觉不够算，我感觉。哎，没 TP。F M A T P， 完了，有问题，亏了，啊，血亏，经济已经被反超了，这一波等于说是死了5个小狗加人马买活，这个时候破路一路已经，就这个蝴蝶和 B K B 关着大哥抢袭，你妈逼这正面感觉多了，我操，没 A M E 这个出装这把有问题，好吧，问题很大。经济落后了。不是呀，他这个 BKB 还没开过呀，买了20分钟了 BKB。
关键是裸的，他是 B 章暗面直接裸的 BKB， 就加了点。还没开过，还没开过。哎，三代肉神 A 杖，完了完了 ，A 杖的 A 杖的话，谁吃呢？拉比克直接吃了，应该是拉比克。拉比克拿了个 A， 他拖人马大就无敌了，拖到人马大。那这样的话，妈的有点、啊、这边的这边李逵的酱油，李逵从落后一万瞬间到领先九千，老哥你落后一万，已经很瞬间领先九千，好吧？很烈很烈。现在说高地了，不敢出去了。等等对面盾到，但是对面盾到的同时买活也是有了。厅长这个装备起来了，他装备砍人好像是两刀一个。打炮了，他可以把点击卖了。两刀一个。哈斯卡现在已经很弱了，说实话。一股神秘的力量。哦，哈斯卡两下就没了，好吧，碰一下就没了。关键现在小狗刚刚那个 PA 打他就是两下就没了，小狗你看他有四千血，他其实并不肉，也输出也不高，也不肉，大牛贴点减十七点甲，然后后面加的十五点甲也会被减，有暗灭，而且主要是现在他这边秘密，他这个李逵的两个盒可以一起刚你的小狗，你小狗刚不过了，已经他没有晕锤啊，有大晕还能刚一下。这个 TA 有个蝴蝶，你老干爹这边核心是没有金箍棒的，铁带盾冲上来了呀，想打火锅位，不敢踩不敢踩，不敢踩，火锅位如果打不过老干爹就去了，这是他们唯一的一击。但是如果李逵直接去摸你高地怎么办呢？不走了，李逵高地也不敢，他们不好推高地，不好推好吧，李逵高地不好推，他们只能压制野区，他们野外打你了，打的李逵有了破，虽然说破了两回，现在只有 maybe 可以买了，干爹手拿着大炮。哎呦，拉比克这个 A 章一吃好舒服呀，他瞬间多了好多钱能出装备，他本来身上这四千多块钱都是就是一个 A 章钱，他要出个盘子老干爹头痛了，他好舒服呀，他现在有四千多可以买装备，他出个盘子他死不了，然后 TA 这边有盾，死温又刚，出率不是很好，好像出率好像还不如盘子。盘子呀，主要是出他会被先手，因为他绿障蓝眼一个大就把他指死了。主要他要被先手的话，他盘子触发的人推走。我会好好利用的。老干爹到现在还没有吉瓦这个刀点攻速的，对呀、啊。到关键时候，这出装变得这么僵硬的呢？早该出一个了，吉瓦的话这一把。平时也没见出这种僵硬的装备啊。没必，马上二十五级。上高和打盾的两波决策性失误也挺大的。第一个肉山不给，估计都带走了。上高变打先手，说不定那个肉山小狗一拿，那小狗出的就不是 BKB 了。今天老干爹没办法，好吧，只能等对面盾消，再找机会打。这边大牛也出到莲花了，已经。子文已经出到金箍棒带大炮了，子文的正面能力现在有点厉害，砍人两刀一个，他主要是有大牛光环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，还有加速，他配上 TA 的暗灭显甲什么的，他输出好高，他主要是有 DS 加速，他就没那么吃 BKB 了，怎么感觉等一下那个小狗两下就被他打死了，是的，现在很难打，真的很难打。老干爹小银团靠的不是大哥了，已经现在这一把老干爹响应已经是不靠酱油了，要靠不了大哥了，要放风筝呀，
绝放分针，就靠酱油的控制，大哥已经靠不了了这一把。对面的大哥比老干爹大哥厉害，他们只能躲过，就是 TA 跟斯文的双 BKB 那五六秒的时间，然后打第二波，保证自己不死，然后靠控制打，因为对面的硬控没有老干爹这里强。老干爹这里双头的蓝人马只要不死能秀起来，那老干爹还有机会赢。如果打一波的话，正面肯定打不过。这边 FS 跟你一把虚灵刀，这个虚灵刀的话，对面还没否决，好吧，可能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。老干爹这边人马不能买，蓝不能买，小狗不能买，神灵不能买。老干爹要等买活，老干爹只有一个人能买，对面全能买。再过一分钟人马能买了，小狗能买了。那比克偷了一个小狗的大招，他是不是可以吃人啊？但是对面的经济也有点高了呀，这 GH 再出盘子，他盘子一出，老干爹切不了他了。感觉这个 GH 是个隐患，好吧，有 A 张的拉比克。会不会人马大蓝人大什么的，好厉害。看到 TA 没盾，能不能秒贴啊？哎，不误了，这个阿手前面的。不是，为什么刚才不去秒贴呀？让他买回啊！他贴一秒第一条命，他买回反打，再飞过来再杀他一次就翻了。哎，拉比克，拉比克25级点左边那个天赋，然后投个哈斯卡大能秒人吗？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说？就是25级的那个技能增强偷哈斯卡的大招呀，好像很屌，好，听说能秒人啊。哎，双倍，哎，这个双倍，这个奥数，经济被压制了。小狗在拖晕锤，他怎么换晕锤呢？臂章，臂章呀，只能臂章呀。臂章换晕锤又少了甲。打对面的阵容，他要刚得住，他必须出大晕。臂章换晕锤又少了好多甲，还少攻速呢。但他这个臂章该换了。他必须要晕锤啊！打斯文跟 TA 这两个，他们晕锤怎么打呀？BKB 真的有点难受，好吧，十秒，站格子，真的看得很难受。他站格子难受，真的难受，看得不舒服。二十分钟出的对吧？反正差不多出了，带了30分钟吧，没用过。但是 B 张暗面直接出的 BKB。蝴蝶出的不好呀，对面双金箍棒出个蝴蝶干嘛呀？他加攻速，他是没有攻速装，那他还不如搞个银月。蝴蝶还加点甲，什么大电之类的。蝴蝶加的甲我其实无所谓，大鸟贴脸就没了。如果大鸟贴得上来的话，这个肉山好吧，刷新 A 杖都有，圣父团好吧，可能是圣父团。这个刷新 A 上让人马拿了，现在都能买好吧，只有 LAN 还差300多，都能买活，然后再疯狂打钱买活战，应该是老干爹厉害，打买活战。流浪是吃大招的呀，这英雄没大是废物，而且吃 BKB 是吧， TA 跟斯文德好十个四。十与十的团战，不过锅没拆掉，
好吧，上路这个李逵的锅没拆掉嘛，有点讨厌。想打吗？小狗钻了。我接受你的陷阱。找资金。天辉正在扫描。应该有用。激烈啊！那老干爹也不敢出去打进攻，他们。有点没办法，你怕呀，他们经济毕竟落后了18000呀。不是打进攻的问题，雕哥，现在的情况是谁打进攻谁，因为你跑到对面去打，对面有锅买活直接反打，他们跑过来打，老干爹有锅也是买活反打，现在就讲究一个地形优势，绝对不冲过去打，冲过去打他一般正常来说应该是发生在会发生在河道，好吧，先手应该会发生在河道，要不就在河道打，绝对不能冲锅，大哥也跟不了东西了，我看了一下，可能十万还能吃。哎，老哥，你要冲锅了，翻路线好。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对面是十条命，锅就很不冷静了，真的，这么冲过去不可能打得赢。看路线，看路线，需要先做个眼，需要先做个眼，跳走了，完了，这个位置先走，不好打的呀，不会，不好打，先走，先走。又是为啥呀？这么久了，破了路。哎，杨大天 ，W 三三，秒了，哦、又是 F 啊！这边，哎，但是卑鄙，卑鄙，来，卑鄙冷静，卑鄙冷静，徐林刀，徐林刀是 F 啊，又是 F 啊 ，F 啊的徐林刀救了一手，炸弹开启，强高有打到，这边出个奶酪，血满了，奇迹都马上没有 PKP， 卑鄙秒掉，一换一，卑鄙买活 ，PKP 人开了。这边流浪没有死吗？流浪，我还在追。徐林刀，别浪被挡了，徐林刀两刀，哎呦，被反杀了，这条暴击了，没暴击都不会死。对，这边这边有点不对，推推救一下查理斯，小狗在掩护，还有波比，一个锤，又是一个锤，天堂，这个时候梅比赶过来了。梅比满，哎，梅比满活死，活死，哎，福安。要走了，要走了 ，F 八不能死，他买活了。但是这边要追小狗。走了呀，走了。F 还是买活的 ，F 不能死。F 不能死 ，F 还被举了。推两个。回头一个羊。还有徐林刀。是被冰住。完死了。完了。不冷静啊！本来还能打的，这个。完了完了，这边哎呦，没了。我觉得老干爹真的打到后面有点沉不住气，你知道吧？他们真的是沉不住气。太沉不住气了。其实最关键的是，我想问，为什么这个火锅还在？那么早就破了路，肉山的火锅都不拆，你怎么破下个盾？你不破第二路，对吧？你先把锅拆了，再去破第二路都来得及啊。如果说当时破了一路，不去拆下，不拆锅，你会敢出来吗？双倍伤害，不敢出来的呀。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冲锅点的。懂了，别人买活秒到，你买活，你买活要去半天。李逵应该直接打基地了，好吧？这一波 FI 都打了一波完美先手了，直接就是把那个贴秒了，还是没打过。这波死人是有 A 仗的，拆的很快，那个 TA 估计有他妈。AB 也没死第一波。500的攻，这个 TA 可能600-700的攻一开大。看一下死人一开大。要拉比克管不住他。哎，小鬼在拆家。是在拆啊，我看了好久了。管了，他能买好像。他能买，拿买货拖时间呀、啊，这就是。钻一下，钻一下。小兵啊，别再拖。他是不是还想拖一下？你看，还想拖一下。他想死。啊，想死，死了买活。想死。他好顶啊！贴有大飞，好吧。贴有大飞。买活贴，我把人拆的好快。拆的好快啊！不给机会了。哎呦。哇，有点不应该啊！这一把这么大的优势被翻了，不应该，不应该，这一把给机会了呀，老干爹，看得好难受呀。我感觉还是小狗的出装比较关键，好吧？那这把出装问题太大了。